欢迎朱市长。我每一次看到赵树海赵大哥，我都很开心啊。我都现在不过最近都改叫他赵叔叔了，因为大家都是跟着赵又廷一起叫嘛。市长这边还有一点要补充的，王伯伯，王叔叔，来开玩笑啊，王伯伯，哎，你看没有，市长这个慧眼吧？我知道，看得出来您大我八岁。对对，我知道，我只是要把这个他另外一个名字讲出来而已的。他现在不但是赵又廷的爸爸，而且是高圆圆的公公。不是，最重要一点，我是王梦玲的朋友。对。我刚才啊，在台下听他们两位唱歌的时候，跟大家一样啊，非常非常的着迷啊。他们唱得太好了，谢谢。每一首歌我们都会唱，我们继续唱。所以我刚才本来跟文化局长讲啊，我说怎么没有打字幕呢？他跟我说，王梦玲的歌需要打字幕吗？就是嘛。他说赵树海的歌可能要打字幕，你太恶劣了你。不，市长讲这句话，我就永远支持你的，真的。他的歌真的需要打字幕，因为几乎70%的人没人听过，真的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关系，我这么口齿清晰，哪个字你听不见？我们今天大家都非常开心，民歌40啊，今年我们大家都非常开心，共同庆祝民歌40。我记得那天在小巨蛋啊。我看到那个王梦玲那天，怎么第一次看到你这么瘦？因为距离实在太遥远了。后来我就决定说，一定要把这些民歌的歌手们，所有的我们最喜欢的，大家共同一起成长的民歌的歌手，请到我们新北市来。所以我们民歌的所有的演唱会，从今天开始，在我们新北市有14场来举办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希望今年的民歌40，明年民歌41、42，一直到民歌50、民歌60，一直传唱下去。民歌50，我都70好几了。不是不是，这个不重要，主要是看到谁还站在台上。我们刚刚忽然觉得说，这是我到这个广场来，人民广场最多的一次。对，原来不是看王梦玲，是因为朱市长到。没有，我跟大家一样。都是来看赵树海，不是赵又廷的爸爸。然后我跟大家一样，都非常喜欢王梦玲。顺便看我，顺便看我。谢谢，每一位都很棒。你刚才台下，我看你都在张嘴巴，配合着我们唱。好，你要不要拿着麦克风唱一次？因为哪一首？哪一首你都会唱。上一次他说要唱，结果他溜了。今天我们就特别安排，我要第一个上台，看到您坐那儿，请您上台。木棉道你会唱吗？好好好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我们帮你合音哦。没有，我跟你一起主唱啊。赵又廷爸爸合音啊。高圆圆的公公麻烦你一下啊。偶尔合音没有关系。什么叫做偶尔合音？我告诉你，民歌要是没有重唱，没有和声，那歌还能听吗？对了，这是真的，像我一个人唱《母亲我爱你》就能听的。Oh, yeah.
来听林哥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